名、利、情的三大关呢、啊。名里头包括着地位，利里头最重要是财富啊，情是男女当中的关系，这三大关呢、啊，几个人能突破？突破道业就成就了。这三个关口，有一个关口过不去，你就堕落了。古人所谓是“一时做成千古恨”了，后悔莫及。我们业障深重的人怎么办？这些问题，佛菩萨的教诫，天天念，天天讲，讲给别人听，实际上是讲给自己听。只有念得多，讲得多，这个自己印象深刻，境界现前，马上就想到经上讲。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贪嗔痴慢念头才起，马上就想到经教里头天天在讲的。你才能淡化，才能放下。所以这经教要不深刻，就是印象不深刻。不能随时提起来，它不起作用啊！弥勒的时候随业流转，这个麻烦大了。只有印象特别深刻，境界现前，马上它就起作用，叫照啊，叫观照。能把这一桩事情前因后果都看透了，看透了什么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假的里头有业报，业报很苦。自然他就止住了。那么这些条件，我们天天要求。要求精进，要求断除疑惑。这个疑惑里头有前身不同。前的疑惑容易发现，也容易控制。极深的疑惑自己不知道。极深的疑惑是什么呢？万法皆空。心性识别。法法皆如。这个也难知道啊。恒深的禅定啊，才看到这个境界。有人说，佛法不适合科学，不合科学，真的是不合科学。科学是用数学的原理推断出来，有哪些事情？
然后再用科学方法把它证明。你想想看，跟我们前面所说的，通通是不自然了。为什么起心动念呢？不自然，分别执着了，更不自然。而佛所讲的完全是自然，比不自然的高明太多了。自然从哪里证得的？从清净心证得的，从平等心证得的。清净平等到极处，这个心会放光，会照见。所有空间维持全部没有了，这不是科学能做得到的。这比科学更真实。科学还会产生错误。前面一个定律过若干年被后人推翻了，当时认为是真理，后人把它推翻了，就是说它还有错误。禅定里面的东西绝对没错误，它确实是永恒的，你没有办法推翻。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后人用清净平等所看到的，跟前人看到一模一样。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要看到不同啊，那一定就有问题啊。看到完全相同就没问题了。这个我们不能够不冷静。因为科学的发现是局限的。像瞎子摸象一样。摸到象的腿，象像什么？象像一个柱子啊！你要不相信，你到这摸摸看，你一摸，果然不错，也是个柱子。你摸到同一个地方，如果摸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不对呀，你讲的不对呀，那两个人就辩论了，谁也不服谁。禅定不是，禅定是看到全部的状况，所以看到了性、相、理、事、因果，面面都看到了。所以他没有怀疑，没有异议。